放屁的凶手就在这些密室里，就是我们其中之一。凶手就是猪太郎，你就是凶手。不不不，为什么是我不？因为你的嘴巴在放，不对，你在放屁的时候，为了想掩盖屁声，而说出了“噗，桃很好吃”这句话。有什么证据？哦，证据就是你的屁声太大，大家都听不清楚，才会没有人想理你。不，不，没关系啦，猪太郎，又不会被警察抓住。别人是偷钱、偷东西，你是偷笑、偷放屁。OK 啦，猪太郎，可以请你对着天空傻笑吗？拜托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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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这怎么不？一秒变猪小天。真相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没错，我就是工藤新一。新一天。